各位同学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还可以有机会继续的能够学习主的话语。今天安静学来到了第十课。这季度我们都是学习希伯来书啊，我们的目光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他是上帝儿子，他是君王啊，他是我们的中保，他是我们的祭司啊。今天呢，更加学习第十课说，耶稣开通了穿越了幔子之路啊，幔子之路。那么这个经文的呢，大家有学科都可以列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基本上都是在希伯来书啊，第九章。第十二章、第十章等等啊，我们把这个晨兴节再读一次，好吧？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四节，这里说，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，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，乃是进了天堂，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的面前。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四节，大家记得，人手所造的圣所什么？对了，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，上帝说：“你要为我造一个圣所，我可以住在你们当中。”结果呢，上帝就指示了摩西，什么形象、什么尺寸、什么材料等等啊，但这只不过是一个什么呀？这里说这是天上真正所的一个影像而已啊。但上帝借着这个表明，他愿意与我们同在，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、极大的鼓励。人因着罪本来跟上帝分隔了，但上帝还是愿意跟他的儿女同在啊，就藉着圣所。我们以前讲过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救赎计划的一个缩影，也可以说救赎计划的一个预示啊，在神学上就是 typology。地上的圣所作为天上圣所一切的一切的一个预示预言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学习耶稣开通了穿越幔子之路。大家都知道，以前就讲过啊，有两层幔子，第一个就是从院子经过幔子，第一个就进入圣所，但从圣所到至圣所呢，又有个幔子。但幔子是什么呢？是指耶稣基督他的身体，他自己啊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就接受耶稣基督啊，我们才可以进入到上帝面前，朝见上帝。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，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接受人，甚至还不是接受教会，就接受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啊，我们才可以进到他里面。但接受他呢，我们也一定能够进入到神的面前啊。说，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的面前。好吧，好，大家有学科的看看七十五面，这里说，在耶稣升天之后，门徒们从橄榄山怎么样，就回来了。回来以后呢，他们充满了喜乐和胜利啊，这是非常的重要啊。他们的主和朋友怎么样，已经
升到一个超越世界权力的一个地位啊，地位。他也邀请他们，因着他的名，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并且呢，上帝会对他们的祷告做出正面的一个回应。即使他们必须继续的活在世界上，正像我们今天还活在世界上，也受到邪恶势力的攻击，当时受到犹太人的攻击，受到罗马帝国的一个反对逼迫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他们的盼望却最大的。同样，我们今天还是受到环境很多的阻隔，但是我们的盼望是强大的。他们也是我们今天，因为最近的学科说，就在这末世，希伯来书的信息不单单是2000年前的一个信息，也是给我们今天末世的一个信息。他们也会说，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升到天上，为他们也为我们预备地方啊。他们我们也知道耶稣是我们救恩的一个元帅，他已经藉着他的血开启了通往天家的道路啊。下面这就很重要，耶稣升天是希伯来书神学的核心。我上次讲过，没有希伯来书的话，我们当中似乎有一个很大的空缺 gap。 到底耶稣升天以后2000多年还没有再来吗？哦，感谢主，这个希伯来书告诉了我们，他今天还在忍耐的耐心的为我们从事一个最后的一个工作。当他这个在圣所施政所完成这工作，他就要再来见我，哇！所以我们记得耶稣升天是希伯来书神学的一个核心，这个标志耶稣啊做王以及他成为大祭司的开始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耶稣升天标志着新约的定力啊，他提供了一个途径，可以使我们透过信心勇气来到恩的宝座前。如今我们有这个特权呢，可以靠着耶稣和他的功劳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。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我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知道在欧洲有个英吉利海峡，等等，一面是英国，一面是法国，但是他们第一次的打一个隧道，什么不是从英国打到法国或者法国打到英国，而且是英国跟法国同时进行啊，同时进行，而走慢慢接通。什么道理？因为是设计师是一位，所有开凿隧道的人都是按照这个设计师的图样来开凿，所以就走就接通了，而不会说接不通。这是非常有意思的。世界上人如果要能够连通的话，都是要有一个设计，而我们今天呢，是天父上帝在做设计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打通了，对不对？上次我们讲十字架，这就是意思，地跟天通了，这是一个通天地，耶稣是，就像那雅各写的，也是一个人跟人，东跟西，人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都可以相通相交的这个和睦，这个交往，甚至我们还要扩大到我们跟所有其他人也能够交来往，这非常有意思，好吧？那么我们知道
现在世界上，因为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就是罗马帝国，但罗马帝国在2000年前已经是交通最熟的卷，条条道路通罗马，是不是？罗马这个中央集权，条条道路通罗马。而到了今天呢，我们知道世界上，不论是空中，不论是海上，尤其在陆地上，这个交通非常发达，啊，有的时候我到一个地方根本不认识，因为怎么样，旧的路已经没有了，是新的路。感谢主，今天学科就说，耶稣基督接着慢，就接着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不是旧的，是新的，不是死路 wrong way， 是活路，是我们通到上帝面前。因为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人若不接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但如果接着他呢，接着他这条路，接着他的真理，接着他的生命，我们可以到上帝面前，到天父面前。天父正在等待着浪子回家，他不会排斥我们，他会接纳我们，拥抱我们。就因为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一切，感谢主啊！好了，我们有时刻的再看看显在上帝面前的耶稣啊，我们以前也已经学习过了，是吧？先知是代表着怎么样，在人面前传达上帝话语，耶稣是最大的先知，就是摩西所预表。而祭司呢，又是在上帝面前代表我们人，而耶稣又是大祭司，非但是祭司，而且是大祭司啊，一次为我们献上，显现在上帝面前。那么这个非常的重要。我们知道犹太人有七个节期，但是呢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个是连在一起的，逾越节、除酵节和摇滚节，预表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，赎罪的羔羊，耶稣基督为我们埋葬，把我们罪一起埋葬，耶稣基督复活，下出手之果。第二个就是50天以后的五旬节，后来呢，五旬节以后再要过了一些时间，到了犹太人的7月初1是吹角节，因为要大家准备10天以后的赎罪节或者审判大典。犹太的7月初10，然后到7月15呢，就是祝棚节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一年当中，圣经里面旧约讲到，犹太人曾经男子一年3次要去耶路撒冷，就是在月节、五旬节，还有就是最后的赎罪大典，这个连在一起。那么这个学课就告诉我们，以色列吩咐以色列人，他们男丁每年3次要带着供物上耶路撒冷去朝见耶和华啊。三个节期呢，我刚刚已经讲了，对不对？带着供物，我们讲，对不对？整个的圣所，刚刚讲，祭司大祭司预表耶稣，圣所预表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这个住就是搭帐篷，搭一个会幕在我们中间，对不对？所有的祭旗预表耶稣，还有祭牲，你到朝见上帝啊，要去带着。上次我们讲过，有什么祭啊？有燔祭，有平安祭，有素祭啊，代表着感恩，代表平安，赎罪祭，赎愆祭，要带着祭物
去到像我们讲是不是地上的圣所也好，地上的祭祀也好，地上的祭牲也好，都不够完全。但耶稣基督他是一切的一切，而且是完全的完全为我们献的上帝面前，感谢主，是不是？那么古代的献祭主要是尤其是燔祭呢叫血，而耶稣基督呢就以他自己的血就是更美的祭。因为保罗讲过，他讲白了，牛羊的血不能接近我的罪，但是是这个预示预表 typology， 对不对？那么就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，感谢赞美，对不对？而且耶稣基督就是在逾越节，在今天讲就是周五星期五上午九点为我们定十字架，下午三点多一点为我们捐起，第二天埋葬，对不对？亚历马太的约瑟不愿意耶稣的尸体丢在万人众里面，因为耶稣是被犹太人被罗马人认为是一种死囚犯人。亚历马太的约瑟大胆地来到比拉多面前要求耶稣的尸体，而比拉多也经过检验确实是耶稣死了，结果呢亚历马太的约瑟把他葬在自己的新坟里面。但是感谢赞美主，第三天耶稣就复活了。所以耶稣应验了逾越节满这个除教节和摇滚节的一切。然后呢耶稣应许说，我要给你们另外一位保卫师。耶稣复活以后40天跟门徒同在啊，10天当中门徒就祈求就等候，代表了耶稣基督的圣灵，因为圣灵是三一真神的一位上帝。不过耶稣既然升天在上帝面前，地上的工作他就叫做圣灵在地上运行啊。那么但今天呢我们知道是吧，吹角节以及赎罪大日已经在144年耶稣进入至圣所，当这工作结束以后他就在了，他就在了，我们就会享受怎么样一种非常完美的这个天价啊，就像地上的祝棚节所预示预表的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上帝的感谢，对不对？而我再重复就是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人如果不接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，但接着他就一定能够到父面前去。而且今天天父正等待着迎接我们，拥抱我们，赐福给我们。好，77面上帝的邀请啊，上帝的邀请。那么我们知道怎么样，在西乃山的时候是吧，上帝其实已经怎么样，已经向以色列人愿意显现，愿意对他们说话，但上帝要他们成为一个敬畏的心，所以有雷轰有闪电有火焰啊，以色列说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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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我们怕我们怕啊，你讲的我们都会听都会遵行，这就是旧约精神，以为自己能够遵行上帝的话，他们就说哎呀你摩西跟我们讲就可以，这就是旧约的情景。而新约呢，我们来自这个耶稣基督，是不是？耶稣基督啊，他的救恩带给我们所有的平安，所有的喜乐。所以希伯来书12章，大家有圣经的啊，因为我们这次就学希伯来书，已经翻到希伯来书12章，那么这里说是
上帝的要求。啊，这段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啊，大家有学课也可以看看啊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一节，十八到二十一节啊，这非常。这里说，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，这个山有火焰、密云、黑暗、暴风、脚声与说话的声音。那些听见声音的，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。但他们又以为你能听这话，能实现这话，那么，因为他们啊说靠近这山的，即便是走兽。要用石头打，所以就极其可怕。甚至摩西说：“我甚是恐惧战惊。”注意下面，你们来自来到山上，永生上帝的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啊，天上耶路撒冷。所以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靠着主耶稣基督，不是来到。西南山，我们是来到西安，就是耶稣所在，为我们解在上帝面前。上帝就是邀请啊，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接受的啊，非常的。我们可以就是耶稣基督今天你祷告，我们最后怎么讲？靠耶稣的功劳，或者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对不对？不是靠着，不是靠着牧师、神父、法利亚，都不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得胜的圣啊，感谢。好了，第七方面说幔子，我们一开始已经讲过，幔子是从便子进入了圣所的第一个幔子，从圣所到圣所第二个幔子，但不管怎么样。这个这个幔子有两重功能，对不对？希伯来书当中的幔子啊，可以整个第一层幔子啊，也可以整个第二层幔子。两重功能，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幔子既是入口处，你要经过幔子才能进入圣所之内啊，而且具有某些人性啊，所以第二层的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一种个体，幔子不是随便的，对不对？就祭司，而第二层进入至圣所就是大祭司，所以这幔子两重功能，既是进入，但又是一种怎么样？一种可以说阻隔，上帝要进入祭司。就是耶稣啊，就耶稣。那么，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，这幔子的功能。那么旧约也很有意思，旧约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，好吧？而最最当中的呢，就是怎么样？是一个圣所会幕 ，tabernacle 啊，会幕会幕。但利未人呢？因为被上帝拣选的支派，作为祭司的，作为大祭司的这个支派的，就在这个会幕的四围安营，啊，四围安营，保护这个会幕和其中的器皿不被坏人侵占。实际上，啊，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地方。耶稣既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也是我们的幔子。他就是他的身体啊，来维护维护，使我们能够沾染上帝的荣美，这个非常有，好吧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宇宙的中心是上帝的宝座，不像中世纪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这个哥本尼。那波兰的天文学家发现，啊，
球是围绕着太阳，就是太阳系而转。但是呢，当时的罗马教廷认为不是，是地心说，意思就地球是中心，其他都是绕着地球。为什么？而地球当中，罗马教廷教皇又是中心的中心。哥白尼说不对了，三界不讲。结果都知道啊，哥白尼生前不敢发财，等等，其他罗马教廷要禁止。但是真正宇宙的中心者，既不是这个地心，甚至也不是巨星，而是上帝的宝，而能够显得上帝宝座面前的只有耶稣。耶稣，那么我们知道，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道又新又活的路，那么就说明怎么样？过去路是旧的路，过去路不能带给人怎么样？人如果走旧路，不能带给我们生命，甚至走到结局，像世界上的人家不要讲。有一条路，人以为正，啊，最终却成为死亡之路。但就义人的路呢，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死。凡是靠着耶稣基督的称义的，啊，接受耶稣基督，用他的义袍遮盖了，我们讲，你再讲，是吧？中国是这个义字非常有价值。上面是个羊，下面是我们先要来到羔羊面前，第一步，第二个抬头仰望耶稣基督，第三个跟他联合在一起。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。啊，我们以前也提到，我们从院子先是经过什么祭坛，祭坛就不错。后面有个起坐盆，也叫做铜海，啊，也是铜做的。铜当然比起铁啊，比起泥土是要有一点光彩，但是呢，就经过幔子，进入到圣所，圣所的南面是什么？金灯台，飞在上面的油灯一直点着不熄灭，而北面是神圣的座。是怎么样？是包金，包金还不够，要进入到至圣所啊，那真座上面的啊，基督或等的都全金，意思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称义的，靠着耶稣基督成义的，一步一步的进，越显越光，义人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。为什么？他们看见耶稣基督一步一步的带着，一步一步的为我们工作，一步一步的我们显得上帝面前，而且一步一步的祝福光照，感谢，对不对？这是一条新的路，不是旧旧路，旧路就是现在不相信上帝的人，我不去讲，就是啊，以为正。中全都是亡的，就算是以色列人，那么他们在旧约里面就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能够上帝啊，你不要跟我讲，我们能够实行你所教训，我们能够遵行诫命。”错，错，那么不是靠自己的救。啊，我昨天和路加福音啊，其中有一段非常的感动。罗马有个百夫长，他有个仆人病，但这个百夫长非但有权病，而且他非常爱心，他很爱护这个他那个生病一个病病。结果呢，他听见耶稣是会医病、会赶鬼、会传福音，他就托了犹太的长老，对吧？哎，我昨天跟那个讲，犹太的长老
到耶稣面前说，这个人啊，有一件事情求你，他是当正的，是你应当为他做。为什么呢？我就在讲，他是爱国爱教，这是犹太长老讲的，他很爱护我们的民族跟国家。这英文圣经就是这样，他也怎么样为我们建造这个会堂，新的狗啊，爱的。他说，正因为他这样的，他先求你，你应当为他做。这就是犹太人的立功，也就是今天讲很多这个立功积德，要讲换取救恩的这个。但这个百夫长呢，却来到耶稣面前。耶稣说：“我去。”耶稣结果去了，但是这百夫长就上说：“主啊，你到我的舍下。”我不敢，我不敢，我不敢。他不是说，哎呀，如果按照圣经讲，他的百夫长是怎么样？哦，既是很爱护犹太的百姓，也为他建造会堂的，啊，又这个那个，就像哥尼流也是个好的百夫长，不是拿这些作为自己功劳说，你可以为我做什么，你应当甚至为我做什么，大错特错。他说：“你到我水下，我不配。”他能够有一种属灵的领悟。他说：“我这个百夫长，在我手下有人，是不是？我叫他东他就东，我叫他西就在西，我叫他做这个他就做这个。”他一说，你就说一句话。他相信耶稣不是百夫长兼副长。耶稣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，你要说一句话就行了，不必劳烦你到我，剩下我自己叫讲一句话，我的兵就听。哎呀，耶稣非常感动，这样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都没有见过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是救援路？那些不相信上帝不去讲，甚至一般的宗教立功积德，我也不讲。我现在是讲犹太人就是一种什么立功主义啊，功利，而来到今天世界的功利主义，是不是？我为什么信？我为什么要信？我对我有利，大错特错。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就谦卑，怀着信心讲，上帝答应我们祷告的。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我们需要，有需要，是吧？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个用心，就心在这里，不靠你，不靠人，不靠你功绩的，不靠朝圣，不靠修桥补路，不靠卖书兑现，卖书兑现，功就靠着耶稣基督，而最早的活动，其他都是。哪怕有一个以为是正，最终却成为法正。所以感谢主，耶稣有开了讲，又新又活的路，又新又活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真理，而且是慢行的，知道吗？”而希伯来是很清楚的跟我们解释了。这半子就耶稣的身体，不是觉得其他，是不是？就觉得耶稣的牺牲，我们才能够到父的面前。所以耶稣说：“人若算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，有什么益处？”啊，如果人为我为福音。失去生命要得到，人为自己为了利益得到生命，其实最后失去生命，就是耶稣的牺牲，长得充足于耶稣的身体，在讲话的时候耶稣的宝血
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。因为天下之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你拯救。谢谢。我想今天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，我读圣经一点集中的原则，不论读旧约读新约，读希伯来书更加集中耶稣基督，他懂得中保圣的大祭司是上帝的儿子，是君王，是一切的一切。我们千万不要成为一个没有基督的基督教，没有基督的基督。我们必须要集中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。耶稣说：“看，我来了。”我的字已经在记在经卷上，你为我预备了身体，我乐意照你的意行。我旧约讲，你的律法在我的心。耶稣基督来到这里，上帝为他预备了身体。我已经一再讲，道成肉身是我们救主的需要。因为如果上帝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不敢见，我们太低贵，我们要逃避向我所见的光。而圣经讲，独一不死的上，就上帝不死。但耶稣基督如果不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不生就不能为我们死，所以道成肉身，耶稣降生是我们救主，耶稣的牺牲呢，定时降也是我们救主。因为罪的公价是死，他要以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，背负我们的罪。看上帝的羔羊，除去或者背负我们罪的。所以耶稣降生就是需要，耶稣的牺牲也是救赎的需要，耶稣的复活也是救赎的需要。如果耶稣只死的白葬了啊，像有的是叫啊这个牙这个骨头，不行，耶稣复活的时候出手之火。但耶稣如果复活的，像有的宗教讲，离我们好远好远，在极乐的西天，在西南方的很远很远。不，耶稣就证明给我们，不是，耶稣亲自写在上帝面前。彼得是讲，那要人的救并不是的，有人以为三年，其实不是，乃是为宽容。我已经讲过了，他进站的那个超级电脑一秒钟可以算亿万，以前要用几年几十年才算的钱，现在一秒钟就可以。按照我们教会对单一书第八章十四节说的啊，到2300岁圣者就被洁净，就到公元1844年耶稣就进入地上。他一八四到现在已经多少年？也要接近200年，170多年，是吧？人一秒钟就可以，啊，计算亿万，10亿万，难道耶稣全能的上帝需要这么多时间才能够？审判从上帝家开始，从亚当夏娃开始，哦，那这个宽容是彼得讲，而希伯来书讲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，并不迟。所以，我们真的感谢主，求主帮助我，帮助你，能够把我们的信心、把我们的眼光、把我们的信仰集中在耶稣的身上，集中在他爱的身上，集中在他的公义身上。为神所公义，他为了代替我，
他是一个基准，一个基准的功，但是也是爱，他爱我们爱到变舍己，那就是爱，是吧？那么好了，最后我们就看第八十幕，八十幕，他们将要建案件。这学者就是说，有人认为信徒觉得进京来到西安山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从这意义上讲，他们经历了将来，对不对呢？对，不是不对，但不够全，不够全。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，我们将要见他。启示录二十二章讲，看上帝的帐幕在人间。不是摩西的会幕，不是地上的教，上帝的帐幕在人间。上帝要做他们的父，他们要做上帝的儿女。而且天使圣父约翰说，你就要写下这是真实都是。所以有一天我们自己求主加添你加添我信心，我们身体可能会衰老，我们亲人可能已经过了，但求主给你给我有信心，有盼望，有一天我们将要亲自的面对面的见约翰一书，约翰对不对？将来主的我们要降临，我们的必须的要变成不朽，必朽坏变成不朽坏，卑贱要变荣耀的身体，因为耶稣说出手之国，出手之国，对不对？我们将来要亲自见到耶稣，见到在你身边，所以不单单现在。就是信心进入到跟天父之间的来往，你我可以祷告，你我可以亲近主，但不满足啊，不满足啊。那美丽不是求耶稣说将父献给我们看，我们就满足了。但是耶稣说，你们跟着我这么多时间，两三年还不满足。人看见了我，就像看见了父。但是，上帝的大恩说，虽然呢，耶稣就来到世间，道成肉身，把上本体真相上面荣耀所发的光辉，而且将我要面对面见，就是在你面对面见，来见他。所以，你的信心。今天通过耶稣的身体伴侣，我们可以亲近他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就耶稣基督有一天亲自知道天上的爱，也是说耶稣现在称我们为弟兄不以为耻，耶稣将来带着我们肯定的天父面前，这就是救之功的完成性，感谢大家。所以今天千万不要啊，像有一些我一定要朝圣，我一定要拜古路，我一定要向领导这家门槛给我踩，不，也不要像教会当犹太。说这样怎么样？要接着他们，孩子听到他，见到他，错，等等，更加不要啊！很多很多年前啊，我们想调解教会里面的心态跟老派。心态就是怎么样？说
我们一定要唱，一定要实际在那祷告，跟耶稣讲，一直讲，来讲到耶稣复活升天，才能够进到他。耶稣已经为完全这一切，值得的罪，他再走到再到自己的前去。我们不要接受人为的一切，就接受耶稣基督。当然，我们也不必像天主教，一定要身上挂一个耶稣的像，不啊，也还是挂一个什么也不，就耶稣基督。而不今天讲天父面前显示上帝面前这一位，我们凭着信心，凭着相信他，接受他，听从他的吩咐，遵循他的话语，那么有一天我们就来到天父面前。天父对耶稣有更多的爱，不是时间，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一天我听到天父说，你也是我的爱，是我所爱，我是死，因为你在基督，感谢赞，好吧？那么有机会，大家再看看81面这个使徒行传，基督的升天乃是信号，表示跟从他的人必要领受所应许的福分，不是单单。你去一个正对象，而且将来给我意想不到，感谢他啊！大家有机会把整个这一段给读一读，面上去，对，也希望你能抓紧时间把剩下的这个今天是第十课，11、12、13课。希望能够在我有利的时间，我学完，感谢。